哇！我也想。吓人，我喜欢。好帅啊！哇！那种感觉好爽啊！我希望写一首最好听的歌。也当飞行员，当一名医生，当一名医生。未来的严浩翔一定是最有担当、最有责任感的人，能够在中国最大的体育场开场演唱会。这是哪里啊？天哪！哇哦！这不是乐和乐都吗？乐和乐都。Cool。这么炫！看到了游乐园就想到了玩儿。啊，这下终于可以玩了吧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哦，你看帐篷。哦，帐篷，又要换装吗？一大早就看到了七个帐篷，熟悉的帐篷，可怕的帐篷，帐篷使我坏了。但这个帐篷不太一样，写的啥字啊？上面什么蓝色梦幻，隔壁泰山侏罗纪，瘦比南山，瘦比南山，阿姆斯特朗是什么意思？我最好听那个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莫名其妙的词儿，你害怕吗？我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莫名其妙的词，正如你们看到的这些字，你们的命运将掌握在自己手里。现在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决定出抽取关键词的顺序，开始吧。来吧，来吧。石头剪刀布。哎，我第一个，我第二个，我第三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。好的，一号关键词是。希望我能猜到等等等等等等等。寿比南山。哦，厉害！肯定是那种很老的角色。我第二个，二号关键词是。侏罗纪，侏罗纪啊，真厉害！侏罗纪应该是恐龙，肯定今天跟恐龙是跑不脱了。三号的关键词是闪电男孩。What？ 闪电男孩是皮卡丘吗？哇，皮卡丘，十万伏特呀，天哪！四号关键词是等等，哦，等等，等等等等，等等等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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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等等等，我以为是堵车呢。五号关键词，六号关键词，我想选隔壁泰山。我不会是蓝色梦幻吧？隔壁泰山，蓝色梦幻。自动走到阿姆斯特朗。这个搞得我很懵呀，完全没有一点思绪。我觉得我会不会一条恐龙一会儿从这儿蹦出来？
啊！What is this？ 啊！哇哦！我是哈利波特。哇，谁是哈利波特呀？我是哈利波特。你是哈利波特呀？我就觉得我的是最帅的。我是悟空。啊，悟空。亚轩，你是啥？我是超级马里奥。Mario。我是魔术师。你是啥？我不知道我是啥，没看懂。大家的我一眼都看出来了，就我那件我是真的没看出来。好丑的衣服。我这个到底是个啥呀？天哪，我这一对比，我是游乐王子吗？游乐王子还蓝色梦幻呢，应该是你帮我看一下。咱俩哥是游乐王子。三分钟的换装时间，现在计时开始。又是三分钟，能不能长一点？出不来万一怎么办？这什么服装我不会穿呀？这咋穿的？这是，我的天啊！我天，真秀这件衣服。你脱裤子吗？我还要脱光，绝了！换好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好，再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。救命啊！这扣子插都插不进去。哇，这皮带好难搞啊！这个怎么戴啊？我太难了。好了吗？十，马上，九，八。我觉得我的出场可能会把你们吓到。四，我才把你们吓到，好不好？二，一，时间到。小时候也 cos 过哈利波特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说的是什么。那就到我们霍格沃茨学院去学做菜吧。救救救！闪电男孩，啾！他好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我以为是魔术师。你 cos 的是夜里服假面，你没看过美少女战士吗？我没看过美少女战士，我真的没看过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超级赛亚人。我这是什么东西？呀呼 ！Hello， 小朋友就该有小朋友的样子，好好读书。这个 cos 你觉得怎么样？太帅了，我的天！真这么想吗？我知道是个人啊，奇装异服，无比难看。你们知道穿上这身衣服要做什么吗？不是干嘛？不知道。今天你们将成为这个游乐场不同摊位的工作人员，进行商品叫卖。商品叫卖。你们的工作将分为吃、用、玩。玩。我又想吃又想玩。吃吃吃。玩玩。那我跟你吗？不是玩吗？那我们就是用，你们就用了呗。用啥呀？不知道。就是用啊。接下来，你们有且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你们的营业额会有相对应的惩罚和奖励。啊？最终，三组营业额总额将全数作为爱心午餐捐赠出去。哇哦！厉害。那很棒。卖什么东西？卖玩具吧，炮枪、水枪。我也觉得，就是小孩会玩的东西，应该是拿着那个泡泡枪在那个小朋友面前玩，让小朋友羡慕。在小朋友面前玩，让小朋友羡慕。对。哇，我要去中间。哇，不急的。啊？哎呦天哪！又又。哎，我们怎么去到外面了？去哪儿啊？我们已经脱离了游乐园。脱离了。厕所吗？卖纸吗？一包一包卖，一块钱一包。
不卖船吗？卖船？我要卖车吗？卖车票。我们是要去卖泳衣吗？然后我现在也有点紧张，有点期待。就这儿卖吗？鱿鱼大王。哎，他们在这儿吗？对。你们在这儿吗？我在这儿吗？ Hello, 这个摊推都推不动。他们想推都推不动。他们觉得站在这儿，要是没人早上没人来的话，就没人吃。对，我也觉得。难道就是这个吗？这个。这么一个小时。这个一个小时差。哇塞，跟你说几分钟就卖完了。对。这种东西几分钟卖完了，我们可能是第一了。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走 easy 走 easy。你想取什么店名？魔法屋，魔法屋，我们应该设计一个自己的手势。我们是魔法吗？魔法。啪。OK， 魔法屋 ，yes。仙女棒多少钱？这个没有价格哦，没写多少钱。我们怎么卖啊？这个多少钱啊？我们多少钱都不知道。我知道了，咱去看那边有没有那边的定价。哎，那不是有吗？那不是有吗？咱们去看一下定价，问一下。我去问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这个多少钱啊？35。这个35是吧？这些都是35。这个是多少钱？35吗 ？OK OK OK。这个多少钱啊？48。48。哇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很好。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20。OK。好的。这个多少钱啊？35。好的。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走了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价格都知道了。我们价格都知道了啊。这样就好。好卖啊，酷，来，我们来定一下价，是大一点，我们能卖应该差不多500-600吧，哦，不止500-600，我觉得应该能卖到1000，心里已经认为自己是第一了，就这样吧，特别别致，我们现在要干嘛呀？等待。老板，我们要做些什么呢？来，我教你吧。你先把它烤干了之后哈，抓点油，刷一点那个黑色的生抽哈。好的。昨天也烤烧烤。对，烤的好爽呀。哎呦，我这个去烤的话，就把那个衣服烤爆了。你别弄了，你别弄了，我去收钱去。可以。用你的口才。可以。一说到卖东西，就是我的强项了。所以说这是我们卖的吗？对，这就是你们今天要卖的东西。发现是雨衣，觉得自己可能没啥希望吧。你不可能大热天穿着个雨衣走路。我都不好意思开口售卖雨衣。我也是，我天，卖不了了，卖不掉啊，好晒啊，只好用雨衣了。卖防晒服了。这防晒服啊，我们先看拆开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拆一包如果管我们要钱，那我们当然了，拆开的话是要扣钱的。真秀。OK， 走吧，走吧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。商机来了，商机来了，商机！你好，你好，你们要买这个吗？要买吗？买一个吗？想要买吗？看这么多，你们想要哪一个？买什么呢？全都是商机。哦，走啊。你好，要买一个这个吗？想买点东西吗？买点小玩具。想买一点东西吗？想买吗？
想买吗？再买一点吗？买一点吗？想买吗？算了算了，感觉还有点难哈。So easy。要不要买鱿鱼啊？买鱿鱼吗？过来看一看嘛，过来看一看，便宜。两唱。好，那等会儿喽。好的。上手就特别快，还挺厉害的。那肯定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我这个差不多。好了，他好了，他好了。天哪，太棒了呀！要什么？鱿鱼。鱿鱼25啊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吧？这是两串啊。我们三个在一起，简直绝配。绝了！没熟吗？不熟，尴尬。怎么回事，廖文？咋回事？咋回事？哦，天哪！他应该是熟了的呀。真的有点没熟。那咋办？拿过来再烤烤吗？我再烤烤吧，我再烤。熟了，绝对熟了。这瓜保熟，耶！卖雨衣了，又香又脆，刚出炉的雨衣嘞。卖雨衣了啊，真秀！你来录，你来录。卖雨衣啊，不要放我了。你先放一下，我听，我听一下。卖雨衣了，又香又脆，刚出炉的雨衣嘞。真厉害，你关掉。这里有雨衣，大家快过来买哟！啊！请问要买吗？请问要买一下吗？买一个吧，买一个吧，买一个吧。要买吗？想买一点吗？想要买吗？看一看吧，看一看吧，看一看吧，不买你就看一看。买了你就变漂亮，买了你就变聪明，买了你就是仙女，就是你。Yeah。可以合影吗？商机，这就是商机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35，这个20，这个20。小打折，后面可以微信支付。OK， 谢谢谢 谢谢，慢走慢走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35，看一看吗？看一下吗？要吗？买了可以合影哦，可以合影哦。买一个这个吧。爱上她，她就是仙女，她就充满了智慧，她就是天上的星星。耶、yeah ，这给你拿着吧。OK， 想要试一下吗？看一看吗？看一看吧，买一个可以合影哦，买一个可以合影哦。继续买，继续买，不要跟两个都想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去看一下鱿鱼组吧。买了一串鱿鱼，那还有两杯橙汁。好的，这是两串啊，还有两杯葡萄汁。好多呀，搞得我压力好大。那个一个葡萄汁好了吗？一个鱿鱼，一个橙汁。加油，快点！哇，好热呀！那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哥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们烤一下？哇，有葡萄汁跟橙汁，你要什么汁？哭了，我哭了，我哭了。意思好了，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帮他们抓辣椒啊。你们三位要的什么呀？要么就是橙汁，要么就葡萄汁。是多要点还是少要点？我去搞果汁吧。卡通杯是什么呀？没事，你都接，反正后面都有要的。三杯饮料，十串鱿鱼，那个，我算一下啊，304。
来一下十串是吧？谁要的？给你爸妈火爆。哦，激流勇进，这是激流勇进吧？哦，雨衣去那个激流勇进那儿买。对，我们的希望。激流勇进专用套装，激流勇进专用套装，不买也得买，20元一次。20元一套，快来买吧！怎么能有错字呢？激流勇进专用套装，20元一套，赶紧来买吧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好大呀！我的天！来买吧！激流勇进专用套装，哇，真秀！我天！我天！谢谢，靠远一点，谢谢，靠远一点，谢谢。要买雨衣吗，小熊？真可爱，那雨衣，我们那小熊。啊，好难呐、啊，不简单啊！买雨衣吗，姐姐？姐姐，哦，姐姐不理我们，太惨了。买雨衣吗，姐姐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天哪，这个。阿姨要买雨衣吗？激流勇进，谢谢。赶紧来！大哥要吗？买一套吧。买一套吧。好，现在大哥不理我们。这个季节雨衣真难卖，要买激流勇进专。没办法，感觉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阳光，变成了灰色。灰色空间。这么夸张吗？对呀。走吧，走。这也忒多人了吧？太多人了吧？这为什么这么多人？对啊，他们这太多人了。那什么味道？这个一看黄黄的，就是柠檬。哇，橙，对，橙汁。橙汁多少钱啊？18。两啊，36。都是商机。只要买一点吗？快买一个吧，你看，还有小老虎，很便宜，这个才50，这个才35。对，这个35。买了你就变漂亮，买了你就变聪明，买了你就仙女，仙女就是你。这个20。这个20。等一下，太过分了，带了耳朵过来卖，欺负我们没耳朵。咋又来开始抢生意了？咋又来抢生意了？我来，疯狂抢生意，他们俩。对啊。帮我挑的颜色好了。蓝色吧。蓝色是最好看的。天哪，就这样把人就吸引走了吗？给我挑个颜色吧，粉色吧，因为你就像花一样一样美丽。粉嫩，不要他们，我们这个好吃，他们那个不好吃。谢给你 ，OK， 我们可以走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哈，我们这个抢生意抢得蛮成功的，我们的战略就是抢生意，抢生意，抢了我们一波生意，然后这样大摇大摆的走。另外一家在哪？另外一家在哪啊？先抢一波生意。买了激流勇进套装，妻子说你会持家，老妈给你发奖状，真秀。那个雨衣怎么卖呀？哎，嗯，20元一套，里面。不贵啊，能便宜点吗？我们两个人。那就40吧，怎么样？买了肯定划算，你看还有鞋套，对，还有雨衣、毛巾。一套啊！来喷水给我，来吧，泼吧！哇！有水吗？你看有水吗？直接泼，来我自己来。你看我衣服裤子湿了吗？买嘛，买嘛，买嘛！你看别人都这样了，买吧，买吧！哎，哦，谢谢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再见，赚了，
没办法，特别有成就感，觉得很开心。我觉得我们特别有卖东西的天赋。卖雨衣了，一点都不会湿的雨衣，快看，冰冰凉凉，甜甜冰冰，看这个防水效果，而且感觉冰冰凉凉，你知道很爽。你看鞋子都不会湿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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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买一套雨衣可以听到张信人士唱的一首歌。那我们交替唱吧，你唱了我就唱。好，那我先唱，你再唱。买雨衣听唱歌了。乌云乌云你快走开，感觉你在调整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六月后光年成纪念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就扔掉了飞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酒喝到七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，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慢走慢走，姐这边是40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10套有吗？10套有。我要10套。你要10套？这么多朋友吗？哇，厉害呀。可以，10套200。哥哥真是大款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辛苦了。真厉害呢，我天，真厉害呢，我天。那我们300了啊。哦，真棒。那我就守在这儿了，我跟你说。然后我们再烤一点，我们拿出去卖吧。好，马上就好啊。格乐王总，我们一起出去呗。就什么都接点啊。马哥，走吗？走吧。老板，我们先出去啊。走吧。这卖鱿鱼了啊，卖鱿鱼了，25块钱一串，25块钱一串。卖鱿鱼，卖鱿鱼，多少钱呢？25块钱一串。买串鱿鱼吗？哎，都有辣椒吗？啊，您不要辣椒了是吗？小孩吃的。那不然我回去帮您拿一串。可以啊，那我去吧。来，小心点烫，小心点烫。谢谢哥哥啊，对吧？抢生意去，抢生意。他们是用。用是在哪儿买啊？用，用的在哪儿啊？我们要去抢生意。卖雨衣了，卖雨衣。让我们来补点货。OK，OK。补点恐龙吧。可以啊，可以。20元一套，快来买吧。来，快录音。最好最亮的雨衣，不买也得买，买了不会亏。还需要补一点虎爪。这个虎爪。走吧，我们。走吧。老婆夸你会持家，老妈给你发奖状。真秀。我们准备先去西楼冷静抢一波生意。先抢一波生意。哎，他们人在哪儿啊？是那儿吗？最好最亮的雨衣，不买也得买。那是他们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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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婆夸你会持家，老妈给你发奖状，买了不会亏。老婆夸你会持家，老妈给你发奖状。真秀，真秀啊！他这个太酷了。那喇叭呢？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轩辕组的喇叭是怎么不见的。两组汇合之时，买雨衣了。喇叭还在轩辕组的车内。买雨衣了。就在轩辕组卖力吆喝之时，一点都不会湿的雨衣。程翔组开始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。两人分别拿了喇叭和二维码，在离开之时，严好香特意展示出拿到手的二维码，分散轩辕组的注意力。快呀快！哎，偷二维码了。虽然轩辕组拿回了二维码，可是，哎，
那喇叭呢？哎，喇叭呢？喇叭呢？藏着，藏着。哎，喇叭呢？喇叭呢？啊，哪是个喇叭？喇叭在哪？哎，我怎么知道？变魔术真厉害，你！快还喇叭！安哥不准走了，不准走了。我觉得大家得互相就串着用，串着用，串着啊，串着用。魔法屋，激流勇进专用套装，激流勇进，激流勇进，买了不会亏，买了不会亏，不会上当，你买的是实惠。激流勇进专用套装，激流，走吧走吧，不要了那喇叭，喇叭还可以卖钱呢，手套也可以卖钱呢。激流勇进专用套装。就在小宋和程翔祖抢夺喇叭之时，一旁的张无敌从程翔祖换取了价值连城的虎爪。拿手套换个喇叭值吧。生锈。第二，第二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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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先送给他们。雨衣谁买？真秀。巴啦啦小魔仙全身变。魔法屋。魔法屋。买了你就变漂亮。买了你就变聪明。买了你就是仙女。仙女就是你。高级，高级。要买一个吗？买一个吧。不要吗？有恐龙，有小恐龙，要试一下吗？你就是仙女，仙女就是你。小朋友想看一下吗？老虎耳朵哟，嗯嗯。要看一下恐龙吗？小恐龙，呜啊，恐龙。魔法屋，恐龙，魔法屋，恐龙要恐龙吗？买了你就变漂亮，买了要吗？要吗？就是仙女，仙女就是你。小朋友想看一看吗？想看一下吗？老虎耳朵哟，嗯。看一下吗？魔法屋，魔法屋。前面的游乐王子，请停下。要吃鱿鱼吗？卖鱿鱼，卖鱿鱼，25块钱一串呢，要不要来一个？刚刚烤出来的鱿鱼，小马哥刚刚烤出来的鱿鱼。哎，我看到天鹅了。哎，这是个啥呀？我想玩那个。这也不是个蹦极的吧？我要坐过山车。我想坐过山车。鱿鱼，果汁，卖鱿鱼，要不要过来看一下？看长颈鹿，长颈鹿。啊？哎，那是羊驼。哎，羊子哎。我们活在两个世界。25一串，25一串。喂，没声音了，没了，没电了。我好累啊。加油，卖鱿鱼！好，卖鱿鱼，卖鱿鱼啊！加油，卖鱿鱼！一碗卖水不？叔叔哥哥些，哥哥姐姐些，一碗妹妹些。果汁要不要？果汁要不要？果汁，果汁，拉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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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请问要买一个这个吗？想买一点这个吗？可以买哦，这个哟。买了可以合影哟、哦，可以合影哦。什么可以合影？还有小恐龙，对，还有小老虎，还是吃的来的实在一点。都冷了，都冷了。买雨衣啦，激流勇进专属套装，专属雨衣。又看到你们了。哦，又是你们。嗯。你怎么玩？20元一套。买吧，买吧。哦，谢谢。你们的那个雨衣还是可以的，质量杠杠的。哎，我们的虎爪呢？卖了，真的卖了，真卖了假卖了？真卖了，真卖了，卖了。我想买一个爪子。哦，真的吗？35，35元一个。对，这里话是90，90元。真卖了，真卖了。他们把我们的虎爪卖了。卖雨衣了，走吧。
喝了反正也扣钱。买卖鱿鱼要鱿鱼吗？两品吗？两品吗？36块钱。谢谢。要几串？一串吗？要买鱿鱼，最后一单。要吗，姐姐？买鱿鱼。姐姐买鱿鱼吗？要买吗？要买鱿鱼吗？不需要吗？不需要。哎，他们在干嘛呀？哎，我们来了。哎呀，好用的雨衣，好用的雨衣。随便泼，我天，你看湿吗？走走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，站在一起拉低智商。这雨衣泼了5次了，你家雨衣泼5次还能用啊？买雨衣吗？进激流勇进买雨衣呗。哎，我们站这儿最实惠吧，我先坐着，反正大家要来激流勇进的始终会来的。还剩最后2分钟了。买雨衣了，买雨衣。你留在这儿，我出去。不行。为啥？我们是团队。走吧，一起出去。Hello。Raincoat， 20元。20元。只需20元。Do you want to buy？ Excuse me。Do you want to buy raincoat? Oh, thank you. Excuse me. Do you want to buy raincoat? Oh, thank you. Thank you. 买雨衣吗？买雨衣吗？激流勇进。激流勇进。看一看，瞧一瞧，魔法屋里的物品真棒啊！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你可以试一下，看漂不漂亮。OK。哇，可爱的。OK。谢谢。谢谢。OK， 谢谢小朋友。前面的小姐姐，请你转过头来，可以过来买一买，看一看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啊、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有很多都是很高级的货，这么漂亮了，你们就再买一个，装扮一下自己就更漂亮了。先买一个。OK， 好。OK 了。OK 了。谢谢。谢谢。还需要几份？我，你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请一下别人吧，别人一天都没有，都一单了，卖不出去了。对呀、啊。赶紧吧，二哥。赶紧吧，哥，真的。大哥。快快，最后一单倒计时了，你。3个人，一人请串，3串。再来3杯水。如果你觉得热的话，再帮你回一个锅。你买了，咱俩可以歇会儿。对你买了，你也不用一直举着了，快点，求求你了。哎呦，时间到，记住你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虽然很热，但是卖完了很值得。猜猜你们多少钱？至少1000吧，900吧。1000，我觉得。1000，我觉得应该。1000上下。1000上下，我觉得应该有700块钱吧。对，只会多不会少。鼓掌，我们去集合吧。哈，哈。哈！和我一起梦游，就让。